时间，继续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今晚间的性感小野猫喜如小姐来即将迎来的下一站，一个人加入的掌声和掌声，谢谢。谢期望明天就是一场离别，我们相信花开少几个人飘起舞来，牵牵手一束手却一生的悲喜，愿你别再回来，所以有点上彩带套环或者是皇冠，所以朋友们来个一起攻，谢谢。那么呢，在此呢也要讲一下，这个就是有点上我们掌声鼓励朋友们的，同样呢再点上一个一起攻，谢谢。我们第三个机构是感谢我们老板呢给我们歌手的机会，同时我们歌手们也祝福我们这个老板呢在这23周年里面生意兴隆，同时还财源广进，万般来三鞠躬，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哦，把这个
次时间呢，紧接着邀请到我们今天的King of Prada， 我第一次不够，还不够，那你比较大声，在台上，像我这大声婆一样，今天最大声是你，来，不要这样啦，你感觉上我在抢你的饭碗，不是？时候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今天我们万众期待的小野，性感小野猫，来自我们八卦小学的 Show Girl。然后呢，他屹立不倒，真的是从我十八岁唱到现在。从你十八岁呀，我应该很喜欢他。你不要讲到特别老的，像你要出来，你认识小野猫吗？我们的金牌司仪张斌，你十八岁才认识小野猫吗？没有，好像是这样。人家两岁看到26岁哦，我应该是从10岁就看到你现在耶。他应该了解，在妈妈的肚子就看到我现在，他已经19岁了。证明这只猫蛮老的哈。不会，这只猫是长命百岁那只猫。虔诚的看老野猫出场，掌声有没有？等一下，看下面是全场掌声，谢谢。不够了呀，全场掌声没有啊。没有，来，让你来带动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全场的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全场朋友来，掌声一次，够力够力，给我们的小野猫好不好？一二三，哇！掌声来一个，够不够？可以吗？不够，不够，这样我没有劲了，我尽力了。等一下，我自己来。没有劲。对，那你可以自己发功了哈。Okay.就这样，麦给我一些，唱那一只，哪一只？哪一只？那一只没有哪一只好用。我要用张斌那只。还有张斌那只，你要准备一下有没有？下面的，张斌下面那只。可以准备给你的，你放心。OK， 我们。